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女子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《对马岛之魂》啊！这一期呢，我们继续来清，也继续来解放岩原岛啊！岩原岛还有好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啊！但是有一些战斗场景还挺有意思的，我看吧，如果特别觉得有意思的那种战斗场景，我会给大家保留的。像比如说有任务的这种，哎，漂亮。眼泪都流出来了。この子は湯を恐れているのか、荒ら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はないようですね。うん。硫黄の匂いを嫌うのか、浸かると病になると思っておるのか。恐れたままでいてほしいものです。対馬の湯には力が湧き上がる不思議な効用がありますのでね。俺も探してみよう。出发，这个竹子我是应该已经砍完的，没错。I'm all right。出了大门，是之前那个集中营，奴隶犯的集中营。出发，很快就到啊。说打开就打开了。哇，这么远的距离吗？其实这样都行，习惯性收刀啊，我都没有看到后面，我说怎么有声音啊，看一下剩下的人就在里面了，一二三，是不是有两个将领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学习一下驾驶。你看那个家伙在那边练武呢，不行啊！哎呀，我干嘛给人家鞠了个躬啊？我什么都没有按呢。我要观察你打架，谢谢。一共就仨人，就直接上去能清了。我实在是想一次性解锁两个。好的。刚刚站起来，突然间给人家鞠了一躬，哎，真的是有点小尴尬。把这上面直接暗杀了吧。
这个就从那边绕过去，然后看他打架，观察一下。啊，老妖，最高难度不是盖的。啊，这不是将领啊。哦，吓了人呐。我就说嘛，这好像是一个路过的啊，不是，已经搞定了，当当，然后把这两个地方发现一下，然后一路往上清，哎，看看前面巨大的伐木场，我已经找到进去的路了。温泉，我看一下啊，完美招架杀一个敌人。这还行，嘿嘿，有没有熊啊？咱们放只熊二出来怎么样？丈人可够多的呀。讨厌，你居然动了。这是一个三包连仗啊，他们被发现了，发现人了是吧？我是一个蒙古包上面的。来呀，来呀，
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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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，惨呐、啊！玩得很开心的时候，这是，有意思啊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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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一个冷漠的攻手，我们在这儿远程杀人。哦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让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，让我看看你是谁。他们怎么知道这块来？这块有人啊？能看见弓箭走向吗？怎么能让人家这么欺负？哼！不能让人家这么欺负呀！做人呢，最重要的是开心啦，随便打打啦，打打又打打，打打又杀杀。有哦。这个仗还是大仗呢。帮，这个是啥？酒杯。漂亮。珍宝有50个呢。实在是太多了。完美招架击杀一个敌人。1、2、3、4、5。还有5个人。上面这一块没有了，我们可以站起来顺便搜刮啊！我找到那个炸药桶，哎，看，羊肉串和奶茶，就大白菜嘛，这什么吃法？羊肉串就直接扔在那儿啊？漂亮，我都不知道这种吃法，咱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粘性蛋。漂亮，刀可以升级了。东西真的是好富饶呀！来，上去以后我们再来一个弓箭击杀，远程直接都搞死。哎呀！真香，我喜欢这个炸药桶。
先輩がよ。まさか。どうしよう、どうしよう。ヤマルネキョムハルボン。ジプスケビルト。他上来呀。どうしよう、トリケン。どうしよう。先輩がよ。哎呀。どうしよう。这样炸死了，行嘛，好嘛，妥了妥了，还有一只狗，去你的。就没了吧，哎，差不多清了啊，哼哼哼。我喜欢他们这儿的狗狗，他们这儿的狗狗有一个好处。让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，你是谁呀，你是谁。我就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喜欢在这个屋子里面放渣桶呢，真想不开，炸敌又大又炸友的，真是太肥了，这畜牧场太肥了，都是三连的一个蒙古包，三连的蒙古包好东西多嘛。然后救人，妈耶，行为艺术。请出来，这是一个大牢笼啊，天哪，里面就关了一个人，还是单间，真好。为什么不跟我说谢谢，天哪，我救了你，你居然不说谢谢，太过分了。把铁拿上，众所周知蒙古人比较喜欢篝火啊，哎呀，搜刮这一点就给大家掐掉了，搜刮完了战旗也都拿回来了，最后一步把这个地方摧毁了，对，我不知道我们站那块会不会被炸死呀，下次我们试一试。小酒一杯。哦，给了两个黄金。I like。哇，这一片我们就可以去探索一下了。好吧，走到这里以后，突然间发现这个地方是被占领的。直接对峙一下吧。站得远一点。哎，把他们都引过来。耶，嗨，
漂亮，真棒。这一期死两次，来继续对峙。我不信，哼，完了，我后面是个石头，好像我跳不过去了啊！果真后面是石头，跳不过去。刚刚眨了一下眼啊。先不说其他的东西，要先捡。我这边好像还弄死了一只将领，一只，这样子好吗？嗨大，哼，叫是没有用的呀呀呀。这都看不见，兄弟，你也是够可以的，二下的。原来东西满了，简直了，我现在就是用这些爆炸剑、爆炸喷雾各种东西完美的了结了这些人。我已经放弃了作为一个武士道精神的人啊，因为这个方法更快捷更安全，人家拼刀拼不过。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搜刮时刻，三光政策啊，喵三光。哎呦，地图上这个位置了啊，该清这儿了，这面都清完了，速度还算快，估计再有一到两期就差不多了。嗯，哦，来嘛。是没几个人啊，还有一个，嗯，哦，石拱门这儿还有俩。哎呀，看看这两个小可爱哟，离得近一点啊。先打这个吧，这个是没有头盔的，办公的距离稍微有点近，但是也够了。
啊，射脚后跟就死啦。这货应该是比较胖的。还得再来一下。看看有没有人跑上来，别让人家捅了菊花来了。哟，我就说嘛，怎么还没有结束？原来还有一只扔那个什么的小可爱。耶、yeah. ！搞定！分分钟两个点儿，把武器升一下。把这个学会，冲刺砍一下，嗯，搜刮啊。还有这个位置啊，我们把这个位置清了，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到这儿。然后明天呢，把这些清了，这个岛就已经完全解放了，开心。激流路口，激流路口。那就走对峙去。还是要对峙啊，大哥！我要搞个对峙，你家伙不要对峙！依旧很帅。再次强调啊，玩的是最高难度，致命难度啊，这个难度叫致命难度，所以玩的方式就没有那么帅气呀。还有一个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哼，还有一个，嗯，我苦无玩死他。人呢？你是一把耍大刀的。四连击，感受一下我的超强攻击。搞定了，又得了一个珍宝，可以看看，一共有50件收集品。计划。防御、道路、农作和供水方面，他们还派出细作，在敌国军阀和首领之间挑拨离间，并雇人进行宣传，使当地百姓相信蒙古人是穷人的救世主。心理战术啊，也是可以。这是波斯掠夺的兵器，近战用。埃及是面具啊，当时蒙古军可真的是可以打到埃及了。北非，哎，就这么厉害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这也是把这个整个下半面都已经清空了。嗯，下一期呢，我们把剩下的这几个任务做完。嗯，在下一期我们就可以直奔这些支线和主线任务了。
到后来的任务呢是会越来越少的。你看这边是17个地方，下面是最多24个，这个是17个地方，上面是15个地方。到越到后期呢，它的故事越是线性的，到后期可能就会舒服多了。前期嘛，这个岛比较好看，所以说游戏制作者还是给大家多了一些让大家探索的流程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在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